这里，坐下。今仔日吼，要来讲吼，二二八的原因啦吼。咱大家拢知影二二八，啊，到底二二八为什么会发生？啊，发生了后，阁安怎样？咱过去拢听一面之词啊，就是讲听国民党个来讲，啊，今仔日听咱写正确个台湾历史个人来讲，吼、哦，啊，到底有啥物讲法，那无共款，啊，欢迎咱来举手来出问题，拢无要紧，吼、哦。即头前讲，吼、哦，你即个 www 大。TaiwanUS.net/history 这个网站你要抄起来，这个网站都我写的字有超过100万字有关台湾的历史、所以你要看咱们厝的要看也不用买书了，只要有在买书了、但是买看书的方便就是你可以随时看，但是这些看都不用钱。啊，我那要甲家己的著作吼，咱们网站要甲发表，其中上重要的因素，就是要予搁较侪人知影正确的情形。好，啊，即马后一张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吼，太平洋战争，那中国人讲中日战争，唔对。是太平洋战争，美国甲日本的战争。中国敢有派一台军舰、一架飞机、一粒炸弹来弄台湾？没有，来弄台湾的拢是美军。哦，迄阵美军来弄台湾吼，美国甲日本吼是相对的。谢谢。给我讲好啊、美国跟日本，因为日本先做一项代志唔对，就是偷袭珍珠港。1941年12月，日本哦派航空母舰啦，航空母舰然后载飞机哦，去珍珠港去个港弄。这是偷袭啦，哦，无共宣战以前我都甲你弄，啊，若甲你宣战的时阵甲你弄哦，会使叫做奇袭，你都无按算讲我行遐远的路来，啊，叫做奇袭，啊，若准来讲我偷偷啊无宣战，啊，就去甲你弄，啊，这叫做偷袭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名就是偷袭珍珠港，哦，这个名是确定，这个。战争的时候，哇，日本哦偷袭了金城港，哦，美国航空母舰沉落去，军事设施坏去，足金军舰真侪军舰沉落去，哦，但是过当年，1942年有一个中途岛失意，这场战争真重要。中途岛的战争哦，叫做 Midway 就是讲为太平洋的那边要走到太平洋的这边来的中间一粒岛、叫做 Midway 叫做中途岛，在中途岛、开始战争，但是这种战争、日本的航空母舰沉四台，美国也沉三台、这样看起来日本好像赢了、但是其实不对，因为美国国去做这个新的航空母舰嘛，真紧，日本无法度国做啊，沉一台就是沉一台，沉两台就沉两台，一声沉四台哦，迄、个空战的力量哦嘛无去啊，失去啊，所以为1942年开始吼、日本就露出了败相。
战争失败的现象。哦，咱在台湾可能拢唔知啊，哦，啊，但是那是有看国际局势，就知讲啊，日本已经失败啊。哦，啊，美国即日本即个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阵哦，为台湾吼高雄出发占菲律宾，哦，菲律宾占啥？就占越南。占马来西亚，占新加坡，占香港，哦，澳门，还占个，迄个印尼，印尼也该占个，啊，啪，就这样占，哦，啊，占去了后，这个敢那大获全胜，但1940年战败了后，这个海权吼，去予美国人摕去啊，美国虽然是。远在夏威夷跟这个美国西海岸，但是伊的母舰哦有航空母舰哦划起来，哦，你知影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煞的时阵，美国拢总有29台的航空母舰来为日本，哦，所以这个，所以吼，哦，美国建业，在建业的时阵，伊创一个。叫做越岛战术，哦，越岛。这个越岛战术是什么？叫做越岛战术，就是讲哦，伊麦克阿塞哦，伊为这个澳洲先来攻印尼，把印尼的日本兵赶走，然后越过菲律宾群岛，要来打台湾，然后越过琉球群岛。要打日本，伊那也要安尼想，因为你一个岛占，一个岛占，想眼光乌了，我都安尼个你越过一个大的吼，啊，那个越过一个大的，啊，安尼来占，都会战胜嘛，免得大家迄个岛弄完的殊死战无必要，啊，日本的军队都浪费真侪准备好的浪费去，就讲。但是这个越岛战术占到印尼了后，联军的统帅麦克阿塞说什么话？麦克阿塞他本来是统治菲律宾的美国的总督，哦，将军，啊，他那个为台湾发的那个零式飞机就把美军在菲律宾消灭啊，美国都走啊！啊，走的时候，这个麦克阿塞将军哦，讲一句世界名言，讲 "I shall return"， 我将要回来 ，"I shall return"。哦，啊，所以今嘛要越岛战术，要越过菲律宾哦，要来打台湾哦，因为台湾的重要性是啥？台湾有这个，迄阵台湾人拢是日本人，哦，啊，组织军队吼，哦，数十万，要甲伊踮咧台湾小兵。啊，阮细汉的时阵哦，拢嘛看到迄个美国飞机来空袭，啊，空袭的时阵哦，美国大台飞机叫做米利加，哦，啊，迄阵，那讲这个人大酷的吼，哦，那较肥吼，哦，啊，你这米利加，哦，啊，大家三个啊，这是大酷的。啊，但是即摆都美利加都无够大只，啊，即摆也够够较大只的飞机，哦，啊，所以麦克阿塞讲 I shall return， 所以伊去打菲律宾，转越过台湾，无怕台湾哦，去打琉球，哦，啊，在打琉球的中间，牵两辆原子弹的。广岛个场地，哦 ，Hiroshima、Nagasaki， 哦，来弄了啊，日本导航，哦，所以这个越岛战术是本来是要来打台湾，啊，无来打台湾对台湾人有好无？应该是真好了，哦，你若美军登陆的时候哦，死几十万人啊，这是真正常的代志了，吼，哦，啊，但是无打台湾，全打琉球。啊，打到琉球，哎，都要未正式打日本的时候，日本已经宣布投降了，
因为原子炸弹欠落去。这个原子炸弹哦，有寡厉害，你知无？咱拢是道听途说啦。啊，我有看我一个阿姑哦，迄阵日本时代住伫日本广岛的附近的山顶伫做日本兵。啊，伊接到原子弹为广岛给欠落去。啊，东京的总部要甲广岛的迄个人吼联络，无管派出所，无管军事单位，无管政府的官厅吼，拢联络无啦。啊，所以真奇怪，所以佫佮拍电话，去因山顶，讲恁派一个军队去落去巡看卖。啊，因落去巡吼，因坐卡车讲。叫因去救援啦，可能广岛受到真大的灾害，去救援，啊就拖拉骨开去，讲开到路的吼，看到原子弹嵌落的所在，迄人吼无去，剩一个影在涂骹，吼、哦，安尼，看到就大家拢惊，啊就说一人就走，哦，所以日本天皇吼不得不下命令。无条件导航，这唔知什么东西咧吼，牵落去那遐厉害，日本想都无想到，所以日本战败，吼、哦，啊日本8月15日宣布导航，宣布导航的时阵，这个苏联吼，苏俄吼，迄阵欧洲战场吼，纳粹已经。输啊啦！哦啊，俄军哦拢调来远东，啊先刷倒来占中国的东北，哦啊占日本的北方四岛，哦啊个、啊、美国人看袂侪，美国嘛去占日本，哦甲日本占起来，所以头前有这北方四岛去予苏联的人占去，哦啊朝鲜哦，大家互相苏联的军队大家。北韩，啊，美国军队留在南韩，啊，所以38条线，安尼形成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形。啊，即马就讲到台湾的国际地位，也就是最近咱他们民政府听到的代志，结果再一次咱来讲，搁一遍来讲，台湾。都无去战争嘛，无去甲战争甲美军来写，啊，就日本政府宣布投降。啊，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吼，是包括中国的迄个占领区。伊即个日本政府占领中国所有沿海各省，所以中国无海军啦、啊，一个海军都没有。啊，要安怎拍太平洋战争？无可能嘛。但是中共却以战胜国来的，讲伊是战胜国，第二次世界的战胜国。啊，但是我个拢该讲打败仗的战胜国，伊无怕赢嘛，伊怕拢输嘛，啊打败仗，啊但是把它名列在战胜国里面。啊，因为他打败仗。所以伊个军队吼、哦，物资真缺，教育也真歹，吼、哦，军纪嘛真歹，吼、哦，啊粮草也无足，吼、哦，等等个时阵来占台湾，啊，迄、那个悲惨个情形，即嘛将来讲，啊，台湾麦克阿瑟吼，都去占日本吼，占、哦、朝鲜，啊，但是无时间来占台湾，所以讲叫即、這个。蒋介石，你带部队，而且你拢华人嘛，哦，来占台湾，所以台湾哦是委托蒋介石占，所以主权不是在蒋介石的身上。一个越南北越17度，北纬17度以北的越南哦，嘛叫这个的。蒋介石的部队来讲，啊，先讲越南的部分，越南的部分，
这就个这个部队吼、哦，有20几万人就去占越南，乱七八糟。啊，越南的人吼、哦，哦，真生气，真生气，要就安怎处理？越南的人吼、哦，专甲法国人讲，讲啊，法国人啊，我越南互你管，甘愿互你管，我爱互落后的中国人管，哦。我拢互你管，你越南人、越南人听着真，法国人听着真，感觉会使啦吼。啊，但是法国专吼，甲蒋介石讲，我伫中国的特权、租界区吼、关税权吼，拢一笔勾销。啊，你的军队撤出越南，那越南我要管。嗯，啊，蒋介石讲，啊，安尼会好啊，啊，就军队撤出去。所以果然躲开了228事变，哦，这是果然的部分。啊，现在来，这张图是什么图？咱大家看看，哦，这个是在中山堂，哦，中山堂的时候，哦，这个是中国平安，啊，这有四支国旗，因对这四支国旗来导航，哦，来交接，这支国旗真清楚，这是英国国旗嘛，吼，米字旗嘛，吼，这支哦，这车联牌，吼，车联牌，咱就是讲国民党的国旗，吼，这支美国国旗，星条旗，啊，这支有这个，这苏联的国旗嘛，所以伊是向四国来导航，哦，日本政府是讲向四国来导航，不是讲向中华民国导航，啊，中华民国是打败战的战胜国，所以唔捌建业咧，啊，来个台湾，啊，安尼就占着一块土地，啊，即马爱来讲，即、這个小阵来看吼，即马爱来讲两地吼，即、這个台湾甲中国的差异，台湾人。如果咱的血流就是迄啰汉民族的血，其实咱要注意哦。我写历史的时候哦，有注意到这点。咱台湾人80%，有人讲85%，林玛丽讲85%是平埔族的血统。哎，这个讲法有标准啊，无标准？哦，我用我历史的观点来讲嘅。咱台湾人在荷兰时代，哦，荷兰人有小法统计，有原住民60万人，包括平埔族的，啊，汉人多开始那尔，无几千个啦，哦，等到日本人也阁有啦，哦，啊，渐渐汉人都较会通做代志，啊，都运输一挂汉人来做工，哦，到甲荷兰时代走的时阵哦，约10万人，哦，啊，刷了换丁仙公，丁仙公的时代，丁仙公走的时阵哦，丁仙公在1683年，甲清朝战争一输去，啊，甲清朝战争输去的时阵哦，迄个时阵的人口哦，约哦。20万，约20万啦。啊，这20万吼、哦，满清政府讲啊好了。迄、那个康熙讲吼、哦，康熙皇帝讲，台湾乃弹丸之地，得之无所加，去之无所损。就讲台湾干那配太大，得到嘛无得到什么，啊那卖地嘛无准什么。哎、欸，一个皇帝来讲这个，这样配太大话，这来对我一个。重要的关键，满洲人入侵中国，他的人口比例跟汉人口比例是几趴升？咱敢若知伊少数民族那里啊？但是我去调查数据，伊的人口数不及汉人的一趴升，人口数哦无到汉人的一趴升，啊来通的。
一大片的土地，欢喜就欢喜死啊！占我一个台湾创啥？得之无所加，去之无所损，所以伊就摆伫台湾。一个皇帝不讲摆伫台湾，哦，原因就是汉民族和无够一趴身的人来统治。这较后壁，咱讲到奴隶，爱来讲这个奴隶性，汉民族的奴隶性，哦，啊，这个这第一人口哦，咱其实咱台湾人甲中国人已经无同款的人。哦，咱叫做台湾民族，啊，中国人是中国汉族啦为主啦吼，还叫做中华民族，中华民族吼，连蒙古人那个口到顶啦，西藏人那口到顶啊，人也无来承认嘛吼，伊拢个口到顶啊，所以中华民族迄东西虚构的一个东西啦吼，就是汉人的人数吼。甲满族老人的人数，这算会出来无到一趴身，无到一趴身，所以咱起码注意看，看电视的时阵哦，看这个满族满清的时代的迄个官长哦，大家拢买满族人，啊满族人会推甲半小时，哦，用县长哦，用真推真推的人来做县长，啊都因兜的白痴拢会使来中国做县长啊嘛，哦，这个就是。咱爱怎样的代志？第一，过来，咱台湾人甲中国人的区别，咱在日本时代吼，这个受教育，每一个囡仔拢爱去学校读书，无去学校读书是犯罪的行为，去学校读书免钱，我教你写字，所以咱台湾人。在历史大战的时阵吼，诶，识字率是70%，八字的人70%。啊，中国人呢？中国人，你若要读书会使，你爱去私塾，哦，交钱，哦，到堂读。所以，规个中国人八字的3%，啊，叫迄个3%来看。管这70%的人哦，管个乱七八糟，唔八字的来管八字的，所以讲，阮细汉的时阵，拢有迄落什么国军哦，识字班吼，哎，国军大家拢嘛唔八字，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，去做兵的话，拢嘛是拢嘛有问题的人物，哦，这个是文化水准，咱也中国人给。真多，哦，一个生活水平，咱台湾人的生活哦，是伫亚洲排名第二悬，国民所得仅次于日本，哦，啊中国有大概位排六排起来，所以因就讲台湾钱银卡目。台湾钱用卡巴，你甲台湾人讲，哎、欸，你有去学钱用着卡巴无？我甲你保证，无甲一个甲你讲，哎、欸，我学钱用个卡巴起来，哦，啊，但是外地的人拢讲台湾钱用卡巴，安奈安尼？哎、欸，我甲你讲真简单呐、啊，你外地的人哦，你看到来个台湾看，哎、欸，这个公共电话亭啊，无人过，这边啊无人过，那边啊无人过。啊，趁暗时就甲公共电话拔去，啊来买，啊是台湾钱用卡包。迄啰，咱的迄个水沟啊、铁挂吼，哎、欸，嘛无人过咧，甲咧挖起来拢嘛是钱，迄铁啊嘛拢嘛是钱，吼、哦。啊，还佫有，哎、欸，电线甲咧加断，哦，这铜线价值佫较悬，吼、哦。这生活伫无共款水准的所在。就是有差别遮多，所以咱台湾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生活水准赢过中国。过来讲一个疾病。伫日本时代的时候，咱台湾人爱种牛痘。吼、哦，恁即嘛恁即辈吼，可能唔知有种啊无种，我唔知。但是阮迄阵强迫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爱种牛痘。六种无，
有啦吼，啊拢四粒八粒的吧吼，啊你六粒吧，我四粒吼，啊大家拢爱种，种牛都袂创啥，防止霍乱、天花、疟疾，什么一挂法定传染病，专为台湾绝迹。在日本时代，结果法定传染病弄不来。哎，但是1945年两岸三通了，哇，这款物件拢起来啊，通通进来了。因为中国人是一个无卫生的民族，哦，因就得讲，我住长江头，你住长江尾，大家共饮长江水，安尼对唔对？刚才是刚才兄弟真好咧，啊那刘邦了嘛，变成长江头，啊那边就来饮着长江水，实在有影咧，这无清气。咱台湾有自来水，中国平安来个台湾，哎，有自来水，自己拢会来的水吼，都去买一个水龙头，啊为壁插一孔，啊冲落，哎，无水出来啊，去甲头家讲，你骗我。这啊，无自来水咧，啊，去来看，还有人推啦。你啊，无水讲，要安怎有自来水啦？吼、哦，这就是你也知啊。中国人哦，迄记录啊，什么程度？台北有一间叫做菊园百货公司，现在有七八层楼观啦，吼、哦。七八层楼观的时候，有电梯，中国人一批来去看。看到电梯，嗯，真是经过，真奇怪哦，就搁较侪人来看，人入去哦，啊，全无去，啊，稍等出来的人无共人，嘿，天啊，哪有这款的迄落物件哦，啊，都踮遐看几礼拜，你看，看有偌推就对了吼、哦，这就是中国人，啊，中国人一个有，因也着穿。也就穿哦，专对台湾那个弹落去，啊，这穿哦，个子弹叫做打母弹。我即马只有一支，一个迄、那个，互你看，只有写打母弹，哦，啊，拍落去那尔，人体，毋是甲你弄一空那尔，都迅速甲你内底个内脏甲你爆出来，这就是打母弹，哦，这卖看伤久。看上去人讲吼，但是你知影，这个就是打牡丹，迄世界禁止使用。这打牡丹是英国人发明的，哦，安尼枪拍落去，啊，去伫人的身躯内底，甲你这内脏甲你挖出来。啊，日内瓦公约有规定，这个款的枪支袂使用，哦，这是枪支。你若入去步枪内底吼，都甲你弹着就拼哩。哦，啊，中国人摕即落来拍即个同胞的台湾人，安尼都来弹落去，安尼死一个。啊，死了后，煞落爱阁做一项代志，中国人都爱做一项代志。落地啊，钱甲你款款哩，摕去，时表啊，甲你砸去。衫甲你拔去，裤甲你脱起来，鞋甲你拔去，啊，然后袜啊拔去，互你穿一件内裤。啊，这什么社会嘛？咱台湾人会水准真高，啊，哪会拄到这款这么无道理的人？哦，迄款人叫做中国人。哦，这就是在228要发生前，都这款代志在发生了。你知道这文化水准无同款，生活品质无同款，教育无同款，什么拢无同款。这两个无同款的民族啊，来统治你，啊，伊想讲伊是战胜国，啊，所以真歹。哎，讲去坐巴士，中国边啊坐巴士，车长要甲收票，嘴巴甲扒落去，收什么票？啊，就这款的。土匪嘛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个代志发生，唔止在台北发生，在台中、高雄、台南、嘉义一
日拢伫发生。所以为什么二二八开始为这个台北发起来后呢？刷落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嘉义、高雄、桂林，全部起来抗暴。你若无做甲真歹的时阵哦，哪会做一群大家来反抗中国人？啊，一声反抗，咱就赢。但是咱台湾人度量较宽，讲安尼啦。中国人嘛是咱的同胞啦，咱安尼，咱卖个台戏，吼、哦，派代表、议会议长，吼、哦，等等的人物去甲中国谈判，哦，伫家己一去，规团的人有去都拢无转来，拢去予中国人台戏，台北也同款，派什么代表去？因为你着总甲你台戏啊。这都阁发生，这个时阵吼、哦，唯一咱有武装抵抗的，就是伫台中。台中有一个叫做谢雪红，谢雪红是台湾共产党，哦，啊，伊组织一个部队叫做二七部队。啊，那叫做二七部队，啊，都二二八的，那叫做二七。伊讲即件代志，迄、那个二月二七的时阵吼，在即个圆环的一个卖烟的吼，中国人要甲抢烟去吼，不爱去抢吼，所产生的时阵吼，所以组织即个部队叫二七部队。二七部队吼，二七部队拢是迄个少年家，拢是中学生啦，吼。啊，是有几个为战场回来的阿兵哥，啊去抢到一挂武器，啊感觉讲，嗯，我若伫台中拍的时阵，我咱台湾人会死真多，专走去保利、爱兰，伫爱兰遐吼，甲中国兵下，中国兵派三万人要来剿灭，即差不多三百个即个二七部队。啊，二七部队吼、哦，二十几个学生吼、哦，提枪，甲中国兵吼、哦、拍死两百个中国兵，啊，因为中国兵真烂嘛，吼、哦，这场战役，啊，但是因为中国兵有三万人全甲二七部队赶走，啊，这个谢雪红全飞去中国，坐船逃到去中国。在武装抗争的时阵，就是安尼。所以咱即马在讲，即、這个咱有讲着生活水准、教育水准、医疗甲性命，哦，即医疗咱有真好的医疗制度，咱的医疗制度是西医，因为日本人明治维新的时候，感觉中国的汉医不是不好，是那个传承不好。我是中医师，我要教学生哦，我经学生来，还是学生来经我啊来啊，我要教伊偌济，都教伊偌济，我不爱教伊，我留一挂后步吼，哦，你有通做师傅嘞吼，拢就留一挂后步吼。啊，即个制度不使。明治天皇规定拢用西医的方式，就是理论来写出来，去实行啊，去实验结果的带来医疗哦，拢有一套制度西医。所以咱日本政府在管台湾的时阵哦，咱台湾人有汉医无？有，前拢嘛是用汉医。啊！但是这个汉医哦，到个1945年的时候，听伊讲剩两个啦，因为伊无甲你汉医的迄个执照收起来，哦，汉医一个会使用汉医，哦，啊，但是新的执照无好哩，一律拢个西医，
所以咱台湾人的寿命，咱台湾人在日本时代的寿命吼，男子有41岁，哎，敢那讲会安那多都无够侪迄个，但是迄个时阵的日本人的大波是49岁，啊，但是迄个时阵的中国人唔知30岁有满啊无满啊成问题，所以这就是生活的差距，哦，这医疗水准。有差，啊，个法律的认知，咱台湾人，阮细汉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围墙哦是家家放个种草，我种些小家迄个树啊，哦，啊厝的内底哦挂一个门牌，户长的名，名甲姓拢写出来，中国人来了哦，哎、欸，是的哦，这个围墙哦爱气管了。中国人每一个都是贼，哦，啊，这个、那个名牌哦，看看收收起来，无伊讲伊要找张某某、林某某、王某某，讲的各种丢嘞吼，哦，拢该收起来，这是法律认知的这个问题，法律的认知，因哦，那演唱的就该唱，唱起就变伊的，哦，这个。这个中国军队这个为国人这个吼、哦、所产生的这个军装吼、哦、破破烂烂穿鞋啊啊啊里里落落啊袂晓打绷带吼，拢袂晓，啥物拢袂晓，啊佫摕一支冰刀头前放菜鼎，后壁放几个囡仔，啊安尼打入来，这叫做兵啊。咱台湾人看一个吼、哦、就惊，啊我一个朋友伫家己讲。因学校的老师叫因去火车头欢迎中国兵啊来，去到火车头，中国兵啊一落来，老师见笑啊一个要死，哇、哦，那中国兵啊遐尼糟糕，这都是中国人。即马佫讲吼，恁捌听到40000元一元无？捌啦吼，啊，安怎叫做40000元一元？我来讲原因。日本统治台湾的时阵，咱台湾人用什么钱？甲日本本国同款的日元、日元呐、啊。哦，迄阵一元人民币等于15元的日币，袂输即卖一元人民币哦，等于新台币29元几，还是28元几，哦，还是30元拢无要紧哦。啊，迄阵一元等于15元日币。啊，毋中国兵来啊咧吼，中国兵来就讲，你那不使用日币啊，即马甲你印一个钞票，这个钞票买就叫做古代币，啊，其实正式的名叫做代币，哦，代币这个名称就是迄个时阵甲你印出来，印出来迄天，台湾银行全岛发行代币，发行偌济，这个先讲这个银票上印的，未付唐印，哦，全委托 New York 去印台币，印来台湾哦，空运来台湾，头一天发行260000元新台币，台币啦，旧台币260000，260000发行落去吼、哦。哎，迄天有人来寄钱，来寄钱一卡皮箱啊，摕起哇，足大个，内底拢是如假包换 New York 印的台币，偌侪钱300万。哎，台湾银行今仔日才发行260万，啊，你要安怎摕300万来？啊，你是啥人？啊，伊讲我就是吼。宋美龄哥哥的哥哥叫做宋之文，宋之文现在做行政院长，啊，我就是他派来的。啊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咱台湾发行的头一天，就是去让中国人下一半的钱去啊。那怎么说他再来是260万，啊，咱发行260万，
台湾的财产拢总260万，啊，都去用 A 一半，拼一半较侪钱去用安尼 A 走，这是世界的抢案、抢案。这个强盗不是别人，是国民党政府来抢。哦，啊，这个抢，哎，迄阵是1:15。哦，啊，你伫银行的钱准有寄5000块，5000块的日币等于即马台币5000块。啊，咱台湾是一个物资真丰富的所在。咱台湾米，哦，因为伫二次大战中间，咱台湾人的食的即个米吼，爱去送去前线，去予即个伫越南啦、伫印尼啦、伫菲律宾的即个日军食。但是啊，因为海关失去，哦，所以哦，一寡军粮哦，冻在迄、那个。高雄码头吼，无都运出去，无船来甲你运嘛。因一台船运出去，都中央一定去予美军弄定嘛。啊，所以运袂出去嘛。哦，啊，所以即款的情形，哦，啊，都咱台湾粮食应该会充足。但是中国人来了税吼，你台湾米一斤偌济，一块好，你有几斤？1000斤。先工作阿哩买，我都是印钞票1000块互你，啊1000块买，啊你逐间拢阿买，台湾米买甲要拢无去，阁刷落无当紧，你即马几块？即马都无米啊，爱起价，起2块，起5块，起10块，起100块，我去100块我嘛照甲你买，因为我伫印钞票，我印的吼，我即马家己伫印啦吼，哦单机家己伫印，印钞票。当伊的部下吼，看老板会晓印，伊嘛落去印。大家下四名印钞票，印古代币，啊，都是直直印，直直印，啊，直直买。台湾所有的物资拢互你买了了。台湾人无善得奇怪，咱台湾人是过去的生活真富庶的所在。咱台湾的生活水准真高，去予中国人灌一个4万，甲你换一块了，你什么东西？你要够什么钱？4万啊，换一块，我用个实际比例甲你讲。恁当有一台奔驰的汽车，200万买，啊，我即马提50块予你，甲你换奔驰来，安尼意思啊？4万换一块的意思，50块乘4万，白4×5=20，等于200万嘛。啊！你有几个偌侪钱通放安尼吞？咱台湾人做完这个时阵哦，就陷入了地狱。但是这招哦，也够人学。印钞票这招哦，就该就学去，就该就学的多位呢。一看单机，哇、哦啊！你家己安尼印钞票，安尼赚遐侪钱，无做。我嘛要来印，蒋介石哦，转去印一个物件叫做金元券，恁捌听到 ？As good as gold， 这个钞票哦，甲金啊伊同款贵，不价值。你若无甲恁兜的黄金搬出来买吼、哦，我就甲你枪毙。哦，安尼去吞中国人的钱哦，吞，但是这个寿命哦。一年外吼、哦，都崩盘啦。伊吼、哦，1945-1948年就澳纸，一年外。哦，啊，迄黄金，人讲运来台湾啦。哦，我咧想吼、哦，咱用卡头乌想嘛知啊，敢有可能一个战败国，迄阵台湾嘛是真危险哦。伊敢会把黄金摕来真危险的台湾，绝对是去运去什么所在？买手我一个同学，向关个黑小道，关个黑小道，伊个港盘内底嘛一个外省兵啊，海军向掠去关，
伊讲伊过去就是在迄个运输即黄金的舰上。哦，啊，你黄金走去倒？伊讲阮即黄金船哦，为上海出来哦，全开去菲律宾，无开来台湾啦。哦，啊，这样代志哦，唔多，迄、那个999的黄金哦，全都放喺外国。啊，来台湾有黄金无？绝对有。什么黄金？要就我听迄个陈思孟讲，陈思孟一边在演讲，伊讲哦，伊去看这个新店的迄个黄金藏黄金的所在，这个黄金哦是金杯啦，哦金盾啦，哦这种物件啦，哦这种物件安尼在做啦，啊这个哦，这绝对不是九九九的嘛。哦啊、但是这个会使骗其他的人啦，无法度骗，无法度随卖出去哦。啊，算运来台湾，即马送个新店的所在啦。所以这个黄金有这款黄金，无啥价值的黄金啦。哦，这就是台湾钱银卡巴，结果咱四万换一颗，甲咱换个散散去。四万换一颗，咱即马阁讲。你200万，我即马用50块甲你买解决，我食一顿早起就已经甲你200万消费去啥？安尼你有偌济几千万几亿，我就真简单落来拢消费去啊！好，咱即只讲啊只，稍等你休困十分钟，我咱再个讲。好，休息。你在。敬礼。